今天在疫情期间呢，所以我们呢在交接典礼哈也缩小范围啊，针对我们三位退休的校长哈，尤其是我们钟进生校长、李玛丽校长，还有沈和芳校长啊，他们长期为教育界奉献啊，那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啊坐育英才哈，桃李满天下了哈，所以我抱着感恩的心情来感谢所有啊这一次要卸任的校长哈，要退休的校长。新任的校长有九位，还有出任的校长有四位，那我想他们都会秉持着为教育奉献，培育下一代这样的一个心情，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，也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跟其他直辖市的孩子可以并驾齐驱，同时也可以让他们奠定更好的基础，培育未来国家国际的人才。